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各位听我安尼讲，啊，你就知啊，人袂使自私为趁钱就好啊，有人食就好啊，顾家己就好啊。啊，你这个幸福都无关的，啊，你若无幸福，念一遍来，永远轮回，永远受苦。哎，恁家爱挂起永远轮回，大家看，永远受苦，你看会开悟没？爱和死，死过爱，爱过死，爱不完。啊，所以讲我拢想过，我就是，我迄阵就想过，我对囡仔就咧想这啊。我囡仔我就看到一个查甫囡仔去用阴死，哎，老母，迄个两三岁，啊，但阴门我才发觉，哎呦，死去迄身躯拢变纯白色的啊，无血色，啊，抱起手诶，哭到要死。我迄阵小学还是一年级还是几年级忘了，大家拢走出来看，因老母迄哭迄声实在够大声啦，大家拢走出来看，啊，特别看，哦。我嘛都要看，但是我迄阵有些神经，哇！因老母足艰苦，足艰苦，迄种苦啊，我毋捌做过老母，毋知，但是我知足艰苦，啥物艰苦？因为老母吼爱这个查某囝，哇，足艰苦，所以我就甲伊讲，我这世人绝对无爱爱，我绝对无爱爱，感情足艰苦，这是一个神经啊，但是。修行以后阁无同款啦，袂使无去爱。修行呢，爱去接触众生的苦，超工去甲想啦。所以我人叫我写一张牌位，不管谁，迄是我的姻缘，我就就这个牌位想足久的，安尼哦，十八亿我想足久的。所以人袂无聊，各位你会晓找到修行方法的人。今日人讲要招你去对算啊，车无来，爱等三点钟哦，多谢。三点钟吼，我拄啊收未完，安尼一张纸也好，一只狗也好，你都有法度修行啊。一张树啊，一个境界，你拢有法度修行啊。照迄个境界来修行，来修慈悲心，修空性，来发展家己变作帮助。迄随缘修行，好，我话个讲了，大家拢超多啊，困去。来，各位。那个修行人不会打瞌睡哦，修行人很故意的，很故意的会一直想办法让自己的脑筋是在最活络的状态。哇醉哇醉莫吸醉啊！所以修行人就像没睡觉一样，连睡觉都在修行。哎呀，虽然咱肉体在睡，但是其实咱的脑筋嘛是个在叮当。其实你是在做梦还是在修行啊？那如何让自己保持在？你千万，我发觉有一种修行人就麻烦，超工好困去，拢卖想，死去赶快来。那你就错了，因为你若好困去，无采你咧修觉性、修智慧，你够困去，连困去嘛要保持一个正念的意思。所以佛陀要我们。
安尼困，安尼困困未起呢？啊困未起，保持静量，啊随时会跌落去哦，跌落去要紧哦，啊保持静量，还好自己惊惊惊跌落去，不要让自己沉睡沉睡。就讲老公，你坐咧困，嘿，你别安尼，你怕自己怎砰怎落起来呢？修行呢有这个想法，然后哇、哦、哇，未来斗一下哦。四肢卡拢开去变惨噶吧，安尼哦就好困。所以我们刚出家很累的，真华长老，大刚来招来给你看，暗时两点一点啊招来给你看啊。长老就是长老，你是免困就好呢。啊，搞不好我在想讲，我们长老一定是晚上没什么睡，中午睡很久啊。他呢，这中午他不用上课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真的是随时来抽查。哦，你安怎困呢？啊，你困有静念无？啊，甲你叫两声，佫叫起来，啪！困觉呢？哎，困的人扛起就爬起来啊！呢，保持静念，啊，你困觉，喂！啊，所以当然，我认为要修那个不容易，但是长老说，我是提醒你们注意，这个就是修行。任何一个状态，保持正念，还在念佛，安尼呢？你被叫醒，你会有惭愧心啊！我来困去，我无咧念佛咯，哎呀，啊，像打坐一样啊，叫你不能睡啊，精进三昧念佛，拢未使困，拢未使困。对，一刚开始练三刚，练七刚，我哋练要练个九十刚，拢未使困，哎呀。所以叫你们发觉讲，唔是未使困，结果嘛是过可以生活啊，九十刚无啥困着，也精神很好啊。但是这个只要靠你，但是人有个依赖，无我若无困八点钟吼，我要死啊！哈，那是你家己决定的啦。请问释迦牟尼佛在困吗？啊，你暗时三点阿弥陀佛拜谁在困？啊，所以佛无迄个困无困的，所以因为因是外地发心精力，不是这个肉体过爱困，无法度。啊，所以你就要敲我这个肉体，慢慢去练习啊。对，八点钟变七点半，七点半变七点钟。你若修法要啊，何法行？三点二十九准时起床。你去便所对吧？搁困免困啊？你要多加天光安尼啊？因为要叫你去修行啊，你袂使搁困啊。啊，所以给你窝起来打坐啊，好。那。但是各位你要去思维，这个困，你若无去思维困，会到底会安怎？会困死人？你若无去想，你就对你困安尼啦。你若去想，啊，附近来看，佛陀讲，你若爱困，身躯二十个毛，刚在咧找你，你若爱困，啊，你变来去哦，啊，这就来修呢，财色名食睡，哇，连这个困嘛同拍修，啊。卖钱财色名都无要紧，困爱，无困爱去配面，所以来这就要修啊，不是讲叫他卖困哟，变成一种规律，不多不少。所以老和尚都是四个钟头、三个钟头，慢慢啊，因为老和尚是保持在一个清净的心，那我们很烦恼的人，分别心很强的。那你的心就要休息，跟他假巴人爱困较久，假财人困较久啊。那如果你内心都保持在一个佛性的思维，按照佛陀，你好像精神越来越好。饮水嘛，刚刚就饮用，因为你的吸收力。什么叫吸收力？从我今嘛你给各位讲啊，有人听十分，有人听两分，有人听拢无，有人是用耳孔听，心无咧听。那用耳康听心无咧听的人哦，胃肠一定歹，因为未消化。所以各位，手啊夹空气的就用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怎啊踩咧遐吸迄水啊？吸，其实咱人嘛话多，打坐的人可以打坐几年，都身体都保持还活着。说什么？他从空气里面，只要他有呼吸，哪一天会修到没有呼吸？但是。它可以吸收天地之精华，那一集呢？就算它不吸收，护法神灌甘露，诸佛菩萨加持，诸佛菩萨加持连阎王也变，
你去想这个阶段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咱吃的菜嘛，是这它里头啊、水啊，是它土里面的矿物质、里面的营养，我们不过再把它分析出来而已、啊。所以我们的菜里面有太阳的能量，有水的，乃至大地的精华，所以他们讲哇，啊。啊，但是如果你直接从这个精华去吸收，哦，所以你做一年大概不吃东西也没关系，做一百年也没关系，那个叫大迦摄尊者，有法到做567000万年，所以老菩萨，菩萨可以肉身不坏，所以而且一个心态，那各位要怎么去修行？所以我意思讲，咱今日来这所在，从咱的心态，甲调整伫个内心内底，诶，自我调伏、开发，哇，真好！即搭阿兵哥吼，啊，我终于做总经理了啦！等一下，统领自己，哎，这快乐解脱了。啊，伊就别妄谈啦，我来死，我来去用拍死，我来正死安尼，伊就弄起，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修行的方法。就跟他讲，修行人要调去带往阿波打坐，修不净观，修施身法，我感觉真好。世间的代志纷纷扰扰，我来带咧往阿波偌快乐呢？我来做乞家偌快乐呢？我想要有钱，有钱就艰苦的呢。所以，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啊。当然，我俗话讲，出家人手的若要提钱哦，除非你已经放下钱啊，再来蒙钱。你若无放下钱咧，蒙钱哦，你每天都要欠钱。所以爱心完全放下，唔是强迫你放下，是你心内底拢无执着钱啊。然后你去使用众生的十方的钱去帮助佛法，安尼你袂去有钱卡着。甲你讲，修行人，你对感情已经绝对放下，啊，你来出家来修行，你就袂阁想要去尝到爱情的甜头啊。不然你偶尔还会瞄一下帅哥，管他什么和尚不和尚，帅我就多看两眼。那你来得贵的找你啊，那种的情债债主，那种的情鬼的来找你啊，因为咱人辛苦有什么贵啊，那拢是咱家己找来，因为你的念头啊。那各位记得卖看清楚，我修行咧修什么？我都是要断毒戒啊。所以这个念头呢，就起来我就来忏悔啊，忏悔念佛。所以这个所谓的智慧，你讲了解自己，那叫做智慧啦。开悟，我知道我这是缺点，那是优点，这是佛法，那不是佛法，你都知道。所以你在日常生活，跟他说我很爱钱，假设我是一个公务员，我很爱钱，但是人家贪污，可以拿一块就不行，这国家的钱我哪可以贪，不是我不爱钱，是国家的钱我不可以贪，那叫做智慧。所以不是我们不爱感情，是因为我已经嫁人了，所以我不可以去爱别的查甫，那叫做智慧。不是说没爱情，他也希望他翁很爱他，但是他不去把号车。所以在这点，那希望各位，你在修你的内心的状况，状况你要去分析，尤其咱菩萨道，咱是咧修慈悲心、修菩提心，那你的心态有符合这无？有符合这无？你袂使讲，哎呀，女人真，海底针，你也不知道我咧想啥。我虽然外表出家，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啊，哪里都不好。所以你是讲人唔知哦，连一个亡魂拢知，跪到他心痛。何况土地公，何况佛法神啊！你这种心态呢，造出来，还在规模的来找你啊！无采你咧修行、修菩萨戒，哇！你个咧想行，伊就找你。